大家好，我这颗三角梅呢开花了，不过呢仔细看一下这个花朵，爬满了蚜虫。这个时候啊，我们用什么方法去把蚜虫消灭，不伤花，而且呢不影响开花？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。有蚜虫的地方就会有蚂蚁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这个花朵呢布满了蚜虫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还有几个蚂蚁。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呢，就是用杀虫水乳剂直接喷洒，对着花喷，不会对花造成任何的影响，不会出现掉花掉叶的情况。这种杀虫水乳剂呢，低毒环保无臭味，直接使用就行了，不需要稀释。把花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喷洒，喷一次，等第二天拿清水重新给它冲洗虫子的尸体就可以了，就这么简单，轻轻松松就能把蚜虫清理干净。如果朋友们家里的其他花也出现了蚜虫，同样应用这个方法去解决。好了，再见。